体坛观测站今天先为您带来 NBA 的职篮精华，尽快队出战灰熊队，这两支在西区分居一二名的球队 Jokic 对上某人也是 MVP 级的对决，尽快队能否斩杀灰熊爬上西区的龙头宝座呢？小丑球王的 MVP 大三元手感能否持续下去，来看看他今天的 MVP 中锋身手。体坛分析师的棒坛 How to Win 的单元邀请到了国体大的陈子轩教授来独家解析最近风风火火的大联盟交易案和自由球员市场，这扑朔迷离，哪些交易可能成功，哪些补强可能失败，看起来某些球团老板花钱补强不手软啊。今天晚上的体坛赛事都在今晚的体坛观测站 See the difference。